它只是转移，所以各位要经常练习，但是你会觉得很平静。当然刚刚有在敲修行，就是当你在禅定的时候，禅定的目的是心不乱，那外面如果有乱象，你还是要很平静。为什么？因为它只是一个敲完就不敲了，电话响完就不响，你还是要保持平静啊。如果说因为有声音来你就不平静，那就不容易。除非你在修另外一种，就是说禅话筒，就是说你要把一个事情想得很细很细啊，初禅二禅三禅，那最好找一个完全很寂静没人吵的地方，因为你要进入那个状态。初禅二禅三禅，从色界天进入到无色界天。那大乘佛教不会要求这，因为大乘佛教不想要进入这个状态啊。大乘佛教讲的是如何去关心众生，所以那当然密乘里面有，因为他们修仪轨要做很多资粮，要忏悔，要祈请，要怎么样怎么样修仪轨，他希望能够达到大圆满，或是达到那个跟本尊合为一体，他也有一个目的。但是只是我有时候会这样讲，就是说当我们有一个目的追求大圆满大手印，跟却忘了慈悲的时候，又离开大乘了，它变成一种成绩，一种功利啊。所以当然就像很多人跟我说，哦，默上师红光视线，当然我师父说红光是个禅修，但是呢他对这个世界帮助多少，这个才是菩萨留在这个世间，是你在这个世间帮助多少众生，这才是你的功课啊。至于你有没有达到一个什么，那个只是一个助缘，不是目的啊。好，那第二个修十念法，各位要开始练习吸观修，慢慢啊，一开始所有苦难进到你身体，好不好啊？你要感悟，呼，我们这么努力，所有的功德要，就像，因为你一呼气的时候，你的气遍满功德在整个法界了，所以我们变成一个过滤器，脏的水变成干净的水，中间一定有个过滤器。就像各位今天这几天喝的水是他们山上的水经过过滤给我们喝的啊。那作为一个菩萨，就是这个法界的过滤器，所以我们叫入法界定啊。然后整个透过你的转化，我想极乐世界也是个转化，极乐世界就像五浊二世众生，你只要到我净土来你就转化了啊，身心世界都转化，然后你再回到娑婆去度众生啊，就是因为每一个佛就是一个转化，所以我们修菩萨道在这个世间就是一种转化。特别各位受八关斋戒发菩提心，八关斋戒那一天就可以净化多少世间的事情，包括你的业障。那你用菩提心保持这个状态，你走到哪里，那你都在净化那个地方啊。所以那当然这是佛陀讲，就叫吸尽众生的苦难，呼出你的功德。那你吸进来，你苦难放在哪里？你不用烦恼，空性可以把所有苦难完全净化掉啊！你一点都不用烦恼。或是佛，你有这个悲心，你吸进来，那佛就把你的悲心吸进来，佛就把它净化掉。所以你可以放在你的腹部，有空性，来自有佛坐在这边吸进来。请问你把今天一个出名的医生要医病人，你把所有病人带给医生，医生快不快乐？快乐啊！劝进行者，就像阿弥陀佛要度所有的苦难众生，你带这些人去见阿弥陀佛，哇！阿弥陀佛说你第一名啊，啊！所以这一点没问题，你不用怕啊。但是我们只是这样练习，当然练习说，希望哪一天自己的圆满的佛性呢就可以净化。事实上，本具足这个能力。只是因为你还没有信心，如果你有信心，那你就可以。但是无论如何，这样练习，吸呼吸呼，啊，然后这个时候就不算几遍了，只是这样修慈悲，修自他交换。那还有一种，我们叫三字总持观修，嗡阿吽。念嗡的时候，就是诸佛菩萨的菩提心。就像戒体一样进入
头顶诸佛菩萨汇集在你头顶进入，好，就安住在你的空性觉性，轰的时候你可以嘴巴打开轰这样啊，所以吸定一下轰，这样对自己的当然身体一定很好，因为这些在把这些净化掉，但更重要的是那是菩提心空性大悲心啊，所以呢就是说我们愿诸佛菩萨的所有的光明界体菩提心，然后透过我们的空性来把自己所有善根功德布施给众生啊，最主要是佛菩萨的力量哄，那这个哄不是光嘴巴在哄，而是你每个毛细孔都放光，阿弥陀佛叫无量光啊，所以每一个毛细孔都从净土里面，然后把净土的功德布施给众生，所以叫哄啊哄哄啊哄，然后当然你两个方法，一种是你呼吸气比较短的，你可以从胸部吧，啊，但是如果像我们在念梵拜的念佛，都很喜欢念的叫腹部呼吸法，这样对身体也好，啊，道家叫丹田好，佛教也是认为这样，所以就布施出去，所以我们等一下只会听到轰，好不好啊？啊，你要试试看轰啊轰啊轰。哄啊哄，所以吸前面两个，后面这个一定要练习。好，现在开始。平常你在早上你能够念个七遍，那再来就不用这么出声了，不然你等一下会口渴啊，就是一开始就像换气一样排气啊，然后再来你就会默默的哄，然后有时候当你又很熟了，你就嘴巴不用打开，因为它整个气从你身上这样灌响，这样哄这样出去，哄啊哄哄啊哄。那事实上这也是佛陀教给一个还没有做国王，杀了很多人，强奸很多，因为他喜欢别人的有先生的太太比较娇媚型的，所以他就会设计对方，然后把他先生杀掉，然后就强奸他啊。但是后来他做王位了，他爸爸往生了，佛陀也来，结果他才听到佛法才知道啊自己错了，所以私底下来找佛陀，那佛陀说没有问题，没有问题啊！现在你要帮助这个国家，你只要去拿木幻子，以前的印度很多那个木头叫木幻子，做108颗，然后你就整天念嗡啊吽嗡啊吽嗡啊，对啊，就是消除自己身口意的恶业啊，请十方诸佛的身、十方诸佛的口、十方诸佛的意，我们叫金刚身口意。来净化你的污染的身口意，佛陀说你只要这样念呢、啊，一天念个十串，等于1080遍，那保证你将来升天。那后来他念一段时间呢，觉得真的很管用，来感谢佛陀，佛陀就开始教他大乘法了啊。除了你自己得到利益啊，你这些宰相啊、官兵啊，你叫他们去造恶业啊，如何如何啊，所以你只要看到他。包括这些老百姓啊，过去你对不起他，所以你要替他们念，嗡啊嗡啊嗡啊，就希望他们净化净化净化啊。那现在我们现在在大乘里面，还把我们的功德融入在里面，所以我们做烟供啊，做甘露施食啊，这个嗡啊嗡，不是光今天的，就融入了整个世界的各种的好的都在里面，然后嗡啊嗡布施给他们啊，清净无量转化。而且转化他的身口意，让他融入净土的身口意，嗡啊吽嗡啊吽。所以各位，你做烟供呢，哪是水？你能够念观修21遍，嗡啊吽嗡啊吽嗡啊吽，遍一切处的啊！不然有些人会说，师父好像没吃饱，晚上睡不着啊。
等等等等。那当然，心可以创造一切啊。虽然我们用七颗米、一点点水、点几支香，但是它可以遍及一切。所以，就像各位现在看到那些树林啊、哦，你一定要跟它结缘。这个树林的眼睛睁得大大的，在看各位这些树神啊，这些鬼神，那这些山神，但是你要嗡啊嗡嗡啊嗡，都对它很好啊。甚至各位现在也会念虚空藏咒，不但嗡啊吽，那么烧啊的那个的，把耶比丘母给没上，哇，黄金珠宝，对不对？或是十供养的功德，嗡啊木嘎波扎玛拉，当那个那波那个里萨曼达扎沙拉吽，他就跳起来了，啊，不超度也难，所以，那这是啊，你心丰不丰富啊？然后你愿意跟万法都结缘啊？水里面的要念什么？所以法门无量是一个学。但是如果说，当然你现在没有那个能力或记忆力，那至少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可以啊，啊，所以各位你打坐也可以使念法啊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也可以这样练习。那还有一种方法就是观修空性，让自己跟山河大地合为一起。那各位等一下观修要怎么观修呢？你的呼吸把等于你把你的气啊，这个风融入于整个世界啊，布施，你把你的水血液融入在大河汪洋大海，布施给众生，这样啊，你把你的这种热啊，像阳光百千万阳光的热能供养众生，就没有单独的你存在了哦啊，你把你的地这些骨头肉布施给众生吃啊，他们要土地要肉要什么啊，黄金我的肉都变成融入在这世界，我把我们的心空，就是说我们的本体是空性，然后呢融入于所有众生，希望众生都能够转世为智，要转杂染为空性，然后你不见了啊，你入法界了啊，所以无有分别了，山就是我，空气就是我，世界，所以每个菩萨也要发这个修这样观，发这样的愿，这个世界要有桥我就变桥，这个世界要有水我就变水，这个世界要有风我就变风，但是你不断的这样布施累积，那菩提心可以搅长江为疏落，因为你的功德力，菩萨为什么要利益这个？这个地方没钱，菩萨到那个地方就可以把那个地方变成黄金洲，这样啊，那个地方台风，菩萨就可以把台风净化成为一个凉风，因为你的资粮嘛，所以叫利波罗蜜。但是各位你要积极这些资粮，不是时间人入精进啊，禅定，而且无我的空性，各种的善巧方便，然后你有发这个愿，就会产生这个力量啊，去利益众生。所以做过菩萨还要。就像释迦牟尼佛一怀孕在他妈妈的肚子，他这个力量就出来了。摩耶稣陀罗到哪里，眼睛瞎掉的会看见，不能走路的会站起来，对不对？啊，花枯谢的都会重开，所以大家非常的赞叹悉达多。哇，你这王子还没来投胎，他妈妈走到哪里，世界就改变了。那这个就是累积这个资粮。就像各位你赚了十亿，反正你就是想要布施的，你走到哪里就是要布施的，那菩萨一定要如此。所以各位要经常这样观修，这个观修可以安住空性，因为不执着我们的色受想行识，乃至地水火风分别心，因为已经融入在世界里面，然后这个要多练习，这个练习到你自己呢息息相关。为什么？一切地水火风都是我的身体，我的本体，我过去的，因为就像我们死了啊，归土归水归风，因为这个世界是没有分别的，那我们现在就有一个强烈的这个身体或者我的生命的执着，你就会格格不入。所以我们现在各位就观修一下你的一切身体的，包括你现在的钞票房子都完全就是融入给众生，而且众生呢通通得到。最好啊，就是说各位做完烟供这样观修一下，